这天又阴了，然后我爸上苞米篓子上面把那个雪往下给铲铲。给雪给你敲啊！啊，给你雪敲啊！地上去吧，省着用手多把手啊。你搁敲往里搓就得了呗。就搁往里搓呗。你塑料别冻着，冻着完你还得往那晒。你挨它搓就得了，给你。后天还是明天呢？还有雨夹雪。给，挨它搓就得了，来。烧多少点？我老妈快了屋一盆面，她要发点面，蒸点卷子和馒头。我是崴了六条面，我倒了两袋酵母。酵母倒温水里化开。小瓢不算大，我放了十克酵母。搁温水，给它化开了，给它和面。发着面不能和硬了，让它软点，软点它爱发。我搁这块发着，盖上点，盖眼睛去。完事儿了。嗯，这样面发的快，炕头热乎。别发，都是蜂窝。嗯。那你爸干，我切点白菜，我熬点汤。你要蒸啥呀？蒸馒头啊？蒸点卷子，再蒸点馒头。一会儿我再包两个糖饺，一边吃上吃。少点吧。就上卷了，嗯，就这么卷了，得了。这些整什么？这些整什么？这些整那个爱德兰。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馒头。什么爱刀馒头？刀切馒头。刀切馒头。哪一次挨两刀就叫爱刀馒头？你们俩可别逗我乐了，天天的。该给我烧火吧，这点红油搁里，再少倒点豆油，锅里放点葱花，放点这生抽，这是熬开的，放点浮油，调味一点。放里边，添个汤，放点盐。开锅，咱就吃饭。泡把豆皮儿，还有两根黄瓜，拌点凉菜。豆皮儿可省事了，搁这里再冻上。你这心眼这么好呢？啊？不是。皮儿泡好了，捏里边拌拌，咱就吃饭。生抽，少放点生抽，放点醋、糖、蚝油，放点辣椒油、盐。来，快！
油放里边，我再盛点汤，滴点。多大花椒？哎呀，这大花椒子，大糖角的。那给你蒸的糖角。这谁整的？那是给你爸整的馒头。你整的挺带劲的。是今天整的好，今天这个。你整的挺带劲，嗯。给。哎呀妈！你考验我技术呢，你这么你拿一两就得掉。来媳妇，我看你这够整，那得好几年之后呢，先别犯愁了，给这俩给你了。哎呀，小家还真好啊，正长这么大呢，面发的好。嗯，这面发真好。你怎么整出来的呀？整出来。哎呦，好吃。你尝尝这回这汤。好吃。好吃啊、哦！嗯，我说你还想弄酸菜汤，白菜汤不一样吗？哎呀，吃饭。那他家得慢点吃，里边汤烫。对。他家啊。要用烫。嗯，慢慢吃，慢慢挤咬。再来一个。你咋不吃馒头？好吃吗？我尝尝。太好吃。软乎乎。嗯。卷子和馒头就不一样，还卷好吃。侄子咋不给你蒸馒头，都蒸卷子？你让你放点糖也行，你姐不让搁。爸吃放不了糖，你要是他要能吃的话，搁牛奶啥的更好吃。那卷子。